当你还在纠结买不买手工的这些金饰的时候啊，殊不知别人已经开始买首饰盒了。今天带大家看的这一个黄金的首饰盒，它的制式完全是古代的一个制式。所以有些人跟我开玩笑啊，你们家首饰都买不起啊，现在看首饰盒是更买不起。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究竟我们现在的人到底是精致极致会花钱会生活，还是苦人会花钱会生活？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从头看到尾，最后这件盒子成品出现的时候，你会为之惊叹，你会觉得咱们中国还有这样的什么匠人啊，还有这样的人可以做出来如此美妙的黄金的饰品，我觉得会颠覆啊你对黄金这一个东西的看法。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机器对我们的冲击也比较大，真正的是玩手工的这些人基本上现在也是寥寥无几了。中国的黄金首饰以前也借鉴了很多伊朗啊，包括以前的阿拉伯啊，波斯也有，突厥也有，中国把它吸收消化自成一派，到现在为止大概有2000多年了。明代清代以后啊，这个黄金首饰的这个发展达到一个空前的一个高度，但是民国后期以后啊逐步落寞了，然后后面又有这些国外的这些金铸造啊 CNC 工艺啊，还有像现在大家知道的 3D 工艺啊，这些工艺都是国外来的，所以国外的这个东西对咱们冲击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偃旗息鼓这70-80年怎么样，可以说中国的黄金金匠啊退出了我们主流的这个品牌。那么这70-80年的时间呢，大部分都是大家看到的是批量生产的一些黄金首饰。就以前的时候咱们金店里面卖的是千足金，所以在千足金的这种规定下面，咱们做这些手工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到金店进行销售，因为它的这个东西要有焊料有辅料，你再怎么样极致啊，这个焊料它做下来以后它也达不到千足金啊，所以它的成色就是说只能达到2.9。我在这地方再科普一遍，足金和千足金一克中间的价差多的话一克差4块钱，少的话2块多钱，实际上它比起咱们这些极致的手艺来说，何止九牛啊，900头牛一毛都不值。因为真正的这些手艺啊，讲句实话，它做出来以后要比黄金贵，有很多的手艺比黄金要贵得多得多。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现在复原，以及我们坚持去做这些传统的极致的手工黄金，让大家能够看到像孔雀这个盒子极致的这些产品，大家可以回归它的本质。因为你买的是首饰嘛，黄金只能作为买首饰的时候一个参考的价格，就是它的材料价格，但是你不能把黄金的价格最终怎么样去拿这个材料的价格去定义首饰的价格。现在咱们中国人怎么样也有钱了，然后品质消费这一块也在提升，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以前的时候是的，我给我妈妈买一个50克的手镯，你就要给你妈买一个80克的手镯，是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黄金首饰极致工艺的这个路上，越来越多的人他在消费怎么样？消费手艺。所以我觉得我们回来了。那么这个盒子上面的这个小盖儿，这4个盖子工艺是相当复杂的，最里面有一层网顶，内衬完以后在上面再进行蕾丝，这上面蕾了我看应该有1层、2层、3层、4层丝，就是每蕾一层都要焊一次，蕾丝的焊接是最头疼的。当时做这个盒子到最后要去焊这个金豆的时候，我一般都不看，真的心脏受不了，那东西一下子塌下来，你们大概感受不到我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血压一下子会冲高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它最上面的画龙点睛的这个孔雀，它的尾巴是一层一层给它焊接在一起的，完全手工拿金线编起来，再一层一层焊完，焊完以后再最后焊接到孔雀的这个身体上面。但是最后焊接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的焊接位是在这个孔雀的里面的，那么这个里面就要取决它的这个火温度要往里面去进是很难的，因为这个火它要经过尾巴才能怎么样进到最里面，我要把最里面先烧热了还不能把外面怎么样给它融了，何其难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这件盒子当时它原来的这种形制是四个盒子不能打开的，一体的，但是我们把它拆分开以后，比较头大的就是这四个东西怎么样能把它合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盒上面我们也是反反复复，又要牢固又要实用又要美观，最后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中间最下面用了一个什么小托衬，哎，中间又有四个小片，这四个小片的作用就是什么，让它不要有缝隙，让它一个和一个怎么样顶紧了，卡死了，然后最终啊上面的这个孔雀下面怎么样做了一个丝杆给它整个怎么样合起来。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盒子拿下来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它上面有一个什么，哎，就好像一个小金筒，你再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这件作品身上的宝石一共用了三种宝石，因为孔雀的羽毛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会发光，因为碧玺是什么晶体宝石，它有这个折射率的啊，它可以反光的，所以在它铺下来的羽毛延伸的这个盒盖上面用了红宝石和碧玺素面的。这孔雀的主体的这个身体上面我反而用了红宝石和翡翠，因为它的身体的主体部分我需要的是色，颜色的色，颜色要浓郁，说起浓郁的话翡翠的颜色要比碧玺的颜色要浓郁，所以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这件作品直至最后它做出来的时候，你拿在手里的时候，主体的孔雀给到你的眼神，然后下面的那些小鸟给到你的眼神，它的盒子的这个盖子孔雀羽毛的一个延伸，就好像很华丽的一个孔雀在中间把它的羽毛变成很大裙摆的这种晚装怎么样给它铺下来，你就上来你就会觉得你不相信这是人手做出来的，就是拿了一把镊子然后把丝怎么样一点点一点点掐出来，然后拿小簪子一簪子一簪子把这些羽毛啊眼睛啊给它簪活了。中国的精工首饰应该回来，但是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刚刚普及的一个阶段，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我也坚信我们中国有我们自己的顶级品牌，不仅仅走向我们中国，很有可能走向世界。